好，现在我们已足法定人数，现在开会，请宣读上次会议记录。立法院程序委员会第九届第一会期第十次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5月10日星期二下午12:22至21分，地点红楼201会议室，出席委员中委员孔兆等16人，主席段委员宜康。报告事项一：宣读本会第九届第一会期第九次会议议事录。决定事项一：审定本院第九届第一会期第13次会议议事日程，议程报告事项均照议程草案编列通过。各党团提议增列部分共计20案，全部照列。议程草案讨论事项院会通过者予以删除。讨论事项编列及顺序照时代力量党团徐委员永明提议及民进党党团中委员孔兆提议修正通过，共计10案。二、请愿案件一：函送本院相关委员会审查者2案。二、依请愿法第4条规定者3案，系属应提起诉讼事项未便受理，含不请愿人。三、依职权行使法65条第二项规定者17案，函转权责机关处理经付并付之请愿人。宣读完毕。好，请问对于上次会议议事录有无异议？没有异议，我们会议记录就确定。请宣读议程草案报告事项及质询事项。如果有委员要登记发言，请到主席台前登记。于议事人员宣读完毕后，依登记顺序请委员发言，发言后再行处理啊。那么在我们宣读结束前都可以登记，我们宣读结束之后就停止登记了。好，我们现在请宣读。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期第14次会议议程草案，时间中华民国105年5月20日星期五下午20:30至6时，24日星期二上午9时至下午6时，地点本院议场。报告事项一：宣读本院第九届第一会期第13次会议议事录。二至三，委员古拉斯尤达卡等拟废止蒙藏委员会组织法，交司法及法制内政两委员会审查；入出国及移民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四、委员陈颖等拟具促进转型正义条例草案。五、委员江永昌等拟具刑事诉讼法，均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六至八、委员陈树月等拟具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交交通委员会审查。农业发展条例，交经济委员会审查。中华民国刑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九至十、委员蔡益宇等拟具中华民国刑法陪审法草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一一至一二，委员赵天麟等拟具石油管理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空气污染防治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一三至一四，委员罗志正等拟具建筑师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国军退出役官兵辅导条例，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一五，委员赵振宇等拟具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一六至一七，委员郑运鹏等拟具国营事业管理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性别工作平等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一八至一九，委员洪忠义等拟具祭祀工业条例、国家公园法，均交内政委员会审查。二零，委员高志鹏等拟具动物保护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二一至三一，时代力量党团拟具行政院组织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外交部组织法、国防部组织法，均交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国防两委员会审查；卫生福利部组织法，交司法及法制、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会审查；教育部组织法，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审查；国军退出役官兵辅导条例，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拟废止国军退出役官兵辅导委员会组织法，交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国防两委员会审查；拟废止蒙藏委员会组织法、蒙藏边区人员任用条例，均交司法及法制、内政两委员会审查；拟废止侨务委员会组织法、荣民总医院组织通则，均交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国防两委员会审查。三二至三三，亲民党党团拟具都市更新条例，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地方制度法，交内政、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审查。三至委员徐国勇等拟具法官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三五至三七，委员赖瑞龙等拟具远洋渔业发展条例草案，投资经营非我国籍渔船管理条例、渔业法，均交经济委员会审查。三八，委员吴其敏等拟具文化艺术奖助条例，交教育及文化财政两委员会审查。
三九至四二委员陈欧珀等拟具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交交通委员会审查，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民法均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警察人员人事条例交司法及法制内政两委员会审查。四三至四四委员王玉明等拟具全民健康保险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动物保护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四五委员徐友明等拟具社会救治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四六至四七委员卢秀燕等拟具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组织法交司法及法制财政两委员会审查，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组织法交司法及法制交通两委员会审查。四八行政院考试院函请审议警察人员人事条例交司法及法制内政两委员会审查。四九至五零行政院函请审议动物用药品管理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国军老旧眷村改建条例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五一至一二四交通部、财政部、内政部、司法院、法务部、行政院、文化部、教育部、行政院农业委员会、经济部、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台湾省咨议会、台湾省政府、福建省政府、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总统府、原住民族委员会、考试院考选部、卫生福利部、公平交易委员会、中央银行、行政院主计总处、国立故宫博物院、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外交部、国家发展委员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国防部、侨务委员会、行政院海岸巡洋署、科技部、中央选举委员会、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劳动部等，函送书面资料交相关委员会。一二五至一三一卫生福利部、行政院大陆委员会、科技部、教育部等函送预算决议事项交相关委员会处理。一三二内政委员会函为院会前交付审查，原住民族委员会函为本院制定原住民保留地禁法补偿及造林回馈条例通过附带决议案，请院会改交经济内政两委员会审查。一三三至一三八外交及国防内政等委员会函为预算决议事项准予动之行政命令与审查期限，提报院会请查造案。一三九至一五零行政院公报处函送委员提案延处情形，请查造案。一五一议事处汇报各党团推举财团法人公共电视文化事业基金会董监事审查委员会委员名单。一五二议事处汇报各党团推举财团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业基金会董事监察人审查委员会委员名单。民进党党团提议增列：一委员蔡宜宇等拟具赦免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二至四委员徐国勇等拟具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贪污治罪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均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五委员赵天麟等拟具学校教职员退休条例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审查；六委员刘建国等拟具废弃物清理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七委员黄国书等拟具大学法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国民党党团提议增列八至九委员林立禅等拟具国籍法警械使用条例均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十至十一委员蒋万安等拟具国民年金法、劳动基准法均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十二委员柯志恩等拟具补习及进修教育法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十四委员廖国栋等拟具戒严时期人民受损权利回复条例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促进转型正义外来政权统治原住民族时期原住民受损权利回复及补偿条例草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十五委员国民党党团拟具中央研究院院长遴选条例草案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审查。咨询事项甲行政院答复部分以本院文咨询部分宣读完毕。好，这个议程草案报告事项及咨询事项并没有委员登记发言，那么请问各位对于议程草案报告事项及咨询事项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就通过。现在请宣读议程草案讨论事项。讨论事项第一之二案院会通过予以删除。第三案时代力量党团为捍卫我国参与 WHA 所应坚持之主权原则，敬请做成决议发表声明请公决案。第四至五案院会通过予以删除。第六案刑事诉讼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刑事诉讼法施行法增订第七条之九条文草案。第七至八案院会通过予以删除。第九案一零五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预算营业及非营业部分审查总报告案。第十案院会通过予以删除。第十一案国民党党团提案建请决议要求劳动部应提前于一零七年一月一日前将医师纳入劳动基准法适用对象请公决案。第十二案交付委员会审查予以删除。议事处增列
第十三案，财政委员会函送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105年度非营业基金预算之审查报告，请并105年度审查总报告讨论案。第十四案，保险法第167条之二及第167条之三条文修正草案。第十五案，学校教职员退休条例第14条条文修正草案。第十六案，财团法人台湾金融研训院等103年度决算书案。宣断毕。好，现在我们请登记，这个我们依登记顺序请委员发言啊，发言后我们再来处理。第一位，请钟委员孔照发言，时间2分钟。好，主席、各位委员啊，大家午安。本院民主进步党啊，针对第一期会期的14次的会议讨论建议事项啊，能够列案顺序如下表。那这边授权议事组来宣读。好，我们请议事人员代为宣读。第一案为本院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报告并案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及委员柯志恩等、委员严宽恒等分别领具学校教职员退休条例第14条条文修正草案。第二案，本院财政委员会报告审查，委员曾明忠等领具保险法第167条之二及第167条之三条文修正草案。第三案，本院内政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报告并案审查，委员陈廷飞等领具地方制度法第44条条文修正草案，民进党党团及委员林俊宪等领具地方制度法第44条及第46条条文修正草案，与本院委员黄伟哲等22人，本院委员赖瑞荣等16人，本院委员赵天麟等16人，本院委员陈明文等20人分别领具地方制度法第44条及第46条条文修正草案并案讨论案。第四案，本院财政委员会报告汇总完成《中华民国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及总计表营业及非营业部分审查总报告案》共5案并案讨论。第五案，本院财政委员会报告审查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函送财团法人台湾金融研训院等7家财团法人103年度决算书案。第六案，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报告审查司法院、行政院函请审议刑事诉讼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及刑事诉讼法施行法增订第7条之9条文草案案。宣读完毕。好，我们第二位请曾委员明宗发言，时间2分钟。主席、各位委员，本院国民党党团有建议行政院主计总处预估今年的经济成长率是 1.47， 但是第一季的经济成长率只有-0.84。那林前准院长在受访的时候也提到，今年经济成长率要保一不容易，恐怕是做不到。所以当务之急要改善台湾的投资环境，让超额储蓄愿意投入在国内，创造就业，增加税收，扶植新兴产业，并加速融入区域经济及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措施，扩大公共支出来刺激景气内需，更能提升我国经济成长的动能。原建议做成决议，新政府应积极规划提出促进经济成长政策方案，以不负选民所托，是否有当敬请公决，并建议能够增列讨论为讨论事项第一项。好，谢谢。我们接下来请江委员启程发言。主席、各位委员，本院国民党党团有建议2012年政府开放美牛进口的时候，考量国人的饮食习惯，多猪少牛，采取牛猪分离、安全容许、强制标示、排除内脏等原则。但当年在野党却抗议霸占议场长达5天，要求全面零检出。目前台湾已开放无瘦肉精美猪进口，美猪出口到欧洲、俄罗斯、中国大陆也都没有含瘦肉精。为何即将执政的民进党未正式就任交接就对外表示哪有能耐挡得住含瘦肉精的美猪进口，不免让国人高度怀疑
总统当选人蔡英文赴美的时候，台美双方是否有黑箱暗盘的交易，实有必要向国人说清楚。目前美国两位总统参选人对 TPP 的意见也尚没有整合，台湾的贸易谈判如果贸然开放含瘦肉精的美猪进口，不但无法保证顺利加入 TPP， 却必须面临国内现有8000多户的养猪业者的失业，占畜牧产值约1686亿元的巨额损失，养猪产值769亿元的损失，以及从事畜牧相关产业的人数减少约50000人的巨大冲击，对台湾的整体经济必定雪上加霜，未蒙其利先受其害的严重后果。基于此，我们要求院会通过决议，本院基于捍卫国人健康，为食品安全把关，坚决反对新政府为加入 TPP 开放含有瘦肉精美猪进口，牺牲国人健康、养猪产业、猪农权益以及国家经济发展。我们要求增列为讨论事项的第二案。好，谢谢。好，我们接下来请李委员燕秀发言。主席、各位委员，国民党党团鉴于蔡英文总统当选所领导的首任内阁，在前一阵子已经公布的新任阁员当中，仅有4位女性出任阁员，这样子的比例大概是整体内阁的1/10哦。这样子的结果，事实上，中华民国好不容易选出第一次的女性的总统，看起来似乎是女性的骄傲，这也凸显了事实上女性在职场上在能力上似乎应该不会逊于男性哦。那但是这一次的内阁的比例是这么一个低的结果，也造成很多民间团体的抗议，包括林权未来的准院长也说这个不是找不到，是他们不愿意来，或者是能力的问题。这样子的说法，其实对于首任我们有中华民国第一位女总统，不仅是对于女性自我矮化，也是歧视女性，更对女性的参政权造成严重的二度伤害。包括张景生在脸书上的很多议题物化女性，其实也让很多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女性一片哗然，也因此我们今天这个提案也希望对于未来女性的阁员人数创新低，我们也希望向国人全国的人民公开道歉，是否有当进行公决。好，谢谢。我们现在所有登记发言的委员都已经发言完毕哦，所以我们现在来处理这个4位的提案。那么我们跟各位说明我们依序来处理哦。那如果第一位这个提案的钟孔照委员的提案如果通过的话，那么其余3位所要这个增列在这个第一案、第二案、第三案，是不是？第三案他没有写，没有写顺序。就是如果这个钟孔照委员的提案如果通过的话，那么可能接下来的3个提案我们就分别增列在第6案之后，就第7案、第8案、第9案。好，我先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个处理的原则哦。好，好。哦，没关系，第3案了。好，那是不是各位如果这样处理有没有意见？就是说，我们知道曾孔照委员的修正案通过，然后呢，其他的3位哦，依序是曾铭宗委员的提案哦，列在第7案。江启臣委员的提案列在第8案，李彦秀委员的提案列在第9案。好，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好，没有意见，我们就修正通过。讨论事项就修正通过啊。好，请宣读人民请愿案。人民请愿一，函送本院相关委员会审查者一案。二一请愿案第4条之规定，系属应提诉讼或诉愿之事项者有4案。三一职权行使法第65条第2项规定，函转权责机关处理尽负者共12案。宣读完毕。好，请问有无异议？没有异议，通过。请问有没有临时动议？没有临时动议，散会，谢谢各位。